同学们好，欢迎回到平瑜伽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会做三个动作，这三个动作呢都是会躺在地上，然后呢这一系列的动作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核心，也是我们的腹部的那个力量的。三个动作都是躺下去的。所以呢，你们可以铺一个垫子，然后慢慢的躺在地上。你的，当你在做这一系列动作呢，你的眼睛尝试看着上面的天花板。第一个动作就是脚提起来，尽量的把你的脚伸直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会画圆圈，顺时钟十圈，然后逆时钟十圈。所以我们现在从右脚开始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回来，反方向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回来，放下你的右脚。现在呢，到我们的左脚。看着你的脚趾或者是天花板，我们顺时钟十圈，逆时钟十圈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逆时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放回下来，我们完成了今天的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呢，就是要你把你的脚提起来，然后再慢慢的放下去。如果你觉得有点困难的话呢，你可以尝试弯曲你的左脚，你的左脚弯曲踩着地上，这样子呢会比较的容易。然后我们准备吸气，把你的右脚提上来，吐气，慢慢的放下去。二、三、四，慢慢的下，继续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、十，放回下来。现在我们换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右脚踩在地上顶着，然后呢，我们用左脚上下十次，准备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慢慢的放回下来。伸松开，
现在我们准备第三个动作。第三个动作呢，就把你的脚右脚先上，就像是踩脚车的动作，就这样子踩。踩前十次，然后倒退十次，准备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现在反方向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慢慢的把脚放回下来。当你从躺着的动作要起来的时候呢，你需要把你的双脚弯曲踩在地上，把身体转去你的左边。再用你的右手压着上来。盘腿坐着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三个动作，因为做了过后呢，可能你会觉得你的腹部有点酸酸的，然后呢，你的大腿有一点酸酸的，因为就是已经有锻炼到了。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堂课下个星期再见，谢谢大家。